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我们各位的佛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师父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。白话佛法让我们明心见性，让我们能够理解深奥的佛法，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 今天呢，师父继续要跟大家讲，怎么样用佛法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自己的心里的烦恼的解脱啊？佛法的佛言佛语，有些话它是非常的啊，具有哲学和哲理啊。佛陀啊，佛法人生经常说了。 心念决定你的言行，就是你心中的念头会决定着你的语言和你的行为。所以，一个人的语言讲出来，一定是你心里想过的；啊，一个人的行为做出来，一定是你想过的。你有这个意念了，你才会有这个语言和行为出来。 所以，一个人未来想拥有怎么样的人生，取决于你现在的起心动念。如果你现在的念头好的啊，那么你人生就转危为安；如果你现在的念头经常是嗔恨、愚痴啊，或者啊嫉妒。 啊，或者烦恼，那么你今后的念头就指导的你的语言和行为，让你变得更加的愚痴和烦恼。所以很多人一生烦恼很可怜，就是因为他的起心动念的不正，让他的今后行为受阻碍，语言出来叫出言不逊。 所以，一个人要活出自我，也就是说，你活着的人要离开自我，不要整天一开口就是我啊，这个是我的，那个是我的，我受痛苦了，我烦恼了，凭什么我来受苦等等。你如果能够离开我相，你自然就不会去和别人攀比，因为没有我了，你跟别人比什么？ 你就不会在意别人的对你的评价，因为你没有我像，对不对？就是太在意了啊！他在我面前这么讲啊,啊，他这不是有意讲我吗？你这个我自在，你就会在意别人对你的啊一些啊讲法。明明这个人根本不是讲你，你会拉到你身边来。你不讲我讲谁呀？啊,啊，这是人。 啊，离不开我相。如果你能离开我了之后，啊，你慢慢的会变得乐观，人也会变得坦荡，啊，你的生命就会变得单纯。我问你们啊，小的时候，一个小朋友，纯洁吧，单纯吧，他没有我像，什么事情他都无所谓。 所以他活得很自在，啊！其实想穿了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晚上，可能都是对我们的一个人生的考验，可能都是一次死亡。从早上一个黎明就是一次重生。所以过去有很多人经常在早上醒过来，第一句话就是感谢菩萨，我还活着。 谢谢菩萨的慈悲，啊，不要再去为每一天，啊，这个欢喜的和悲伤的这个人生，啊，再去纠结自己的内心，啊，所以真正的人要懂得，啊，人生最好的回报，啊，就是能够，啊，放下烦恼，解脱痛苦。 不要让自己束缚在欲望当中，所以很多人因为我还要这个，我还要那个，永远的在欲望当中。还有的人，师父说他你不要这样，你欲望太强。他说我不是欲望，这是我的理想。实际上，理想和欲望不能混为一谈的。 欲望是无尽头的，是对物质的那些拥有，它叫欲望。理想是什么？是你对精神上的一种充裕，啊，精神上我想得到一些满足，那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啊。所以，当你在人间占有的东西越多， 你慢慢的就会被这些所拥有的财啊、物啊、名啊、利啊所束缚，因为你再多，他也会离你而去。名守不住，财物守不住，一切都会离去。你把这些名利攥得再紧，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。 都是两手空空，所以我们要学会选择啊，选择什么呢？填补心灵空虚啊，选择填补心灵空虚的意思就是，不要错过任何啊对心灵改变的机会。怎么样来改变你的心灵？把我字。 变成大家，啊，把自己的小我变成一个大我。你比方说，你说我吃亏了，你就说我们大家吃亏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赚便宜了，应该说大家赚便宜了。那你就把我相慢慢的消除掉，你心灵就不会空虚，不是为自己活着。 因为为自己活着的人，啊，就天天斤斤计较，所以，我们说莫记人生小账。一个人一生有多少小小的账啊？左一笔右一笔的啊，要学会啊放弃，啊，学会放弃，放弃啊诱惑。 放弃诱惑的人会拥有新的机遇，抓住诱惑不放，你慢慢的会负重，必至步履艰难。啊，负重就是你不肯放下，背在身上，时间长了，你就会走路都会觉得很艰难。 所以我们做人无事心不空，有事心不乱，大事心不畏，小事心不慢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啊，没有事情，但是心中要念经，啊，要想着众生，啊，你就不会觉得颓废。 不会觉得没劲、没意思。有事心不乱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了，心不要乱，慢慢的一件一件做，一件一件把它做好。大事心不畏，做大的事情的时候，心不要畏惧，不要害怕，因为大事也要做，小事也要做。 大事也能把它做好，小事心不要轻慢它，也要把它做好，叫小事心不慢。所以想通的人，人生悲欢离合呀，甜酸苦辣，都是在于你心的开始。酸也是你的心酸呐、啊，苦也是辛苦啊。 甜也是我心甜呐、啊，辣也是我心里觉得辣辣的，甜酸苦辣都是你的心造成的，啊，所以心态要好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大坎人生走到今天呢，生在这个红尘之中啊，你只要以善为本就可以了嘛，啊。 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我去做了，我好像又没去做过。做了就做了，啊，没做就没做。做了又像没做一样，没做又像做了一样，心无挂碍，啊，你心自然就趋于平和宁静，就如开放的莲花一样，自然。 从容，他不为谁开，也不为谁落，所以学佛的人，想得开的人，他一切随缘，该我的就是我的，不该我的就不是我的，该拥有的就是你的，不该拥有的会给你带来灾祸，啊，所以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。 很多人的绝望，就是因为这条路他觉得没路可走了，他才选择了绝境。所以，我们人生学佛人必须远离悲苦啊！这些悲苦都是给我们的一种考验，有的时候很快过去了，有的时候过去的比较慢，但是一切都会过去。 有的时候，平坦的路都是比较的拥挤，啊，学佛的路啊，有很多的法门，大家在挤在一起，要想一想，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选择好自己的路，走自己的路，啊，因为只要心有勇。 行之力啊，就是心里要有勇敢，行为要有力量啊，这个思维要拥有啊，这个智慧，永远啊，这个矢志不移，你一定能成功。所以很多人没有缘分。 会错失很多的事情啊，这是人生的常态。没有缘分嘛，就没缘分了；错失了嘛，也没有办法。不要有太多的悔恨和痛苦啊！当我们走了很远的时候，再回头望望那些过去的人与事情，早已消失在你的记忆当中。所以，真正的。 人生是在你真正不懂的时候，它是很美好的。当你一旦懂事了，进入了人我是非当中，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烦恼和忧伤，因为你感受到的不是那种纯洁，而是那种啊人间的红尘中的尔虞我诈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改变命运。 不是靠机遇，靠你的心态。心态好的人，万事都能变得好；心态不好的人，什么事情就算一件好事，你也会得不到一颗安宁的心灵。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些道理啊！过去我们人生讲三十而立啊，三十而立哦，一个人三十岁了，你应该自己能够。 独立了，立什么？学佛人应该立什么？啊啊！过去讲立身啊，立业啊，啊啊，立家呀。我们应该立志，好好的离苦得乐，学佛学法啊。人家说四十不惑，不惑之年，大家知道什么叫不惑吗？不迷惑了，明白了。 那你明白了什么？一般的人明白了社会啦，明白了自己啦，明白了人跟人这么复杂啦，而我们学佛的人，四十不惑，应该不迷惑，被人间的欲望所缠绕，大胆的走出烦恼，不贪、不嗔、不恨，啊。过去讲五十知天命。 你知道了什么叫天命吗？啊，实际上用现代话讲，我知道了人生啊，命运轨迹呀、啊，就是生孩子啊，结婚呐、啊，找工作呀、啊，赚钱呐、啊，给自己人生定个位啊。哎呀，我这个事情做错了，哎呀，我那个事情做错了。你知什么天命？你应该知道五十了，赶快修行了。 赶快帮助别人了、啊，因为留给你帮助别人的时间不多，留给自己改变自己心态的时间也不多，留给你忏悔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间都不多了，啊，这才叫五十知天命，啊，过去讲六十耳顺，啊，看透了，看透人生、生命啊，名利啊。 带不走的啊，生命很短暂。我想通了，我六十了，坐也坐不动了，我也不会再为那些钱去痛苦去煎熬了。你明白了什么？你六十了，你应该知道，可能要换一个景点去旅游了。赶紧要让自己找好下一个旅游点，那么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 或者就是我们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身边，那么怎么样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应该念经啊，许愿呐、啊，放生啊，多做功德，帮助别人呐、啊，众善奉行啊，诸恶莫作啊。如果你们今天还在作恶，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呢？要放下自己啊，其实。 过去说“人到七十古来稀、啊”，啊，因为过去的人活得并不像现在人啊这么长的。有的热的地方，人活得很短。那么七十从心所欲，怎么样去做呢？啊，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。啊，实际上学佛人到了七十了。 就应该知道，好好的修身养性，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理解佛法，啊！但是我们很多人，啊，一生还在追求，到了七十了，还在追求一些名啊利呀、啊，那么你只能在红尘路上啊，更显得孤独。 因为你所走的路，人生的路，有的是通向渡口，没有船；有的是通向荒漠，没有骆驼。我们人生走到哪一站算哪一站，没有目标，你就会失去了你的前进的方向。所以，人为什么苦？因为人跟人的心里的距离在。 越拉越开，因为不能够想同一个事情，不能够与日月同眠，不懂得怎么样能够珍惜彼此之间的缘分啊，所以人就会形成不能让自己一生得到圆满的啊这个结果。 所以佛说了，生出来很苦，老了想吃什么东西吃不动了，很苦；走路想去玩了玩不动了苦；病了最苦，死了更苦。还有爱别离，喜欢的人你离开他了，你这种苦啊。还有怨长久，就是怨气啊，不愿意看见的人呐、啊，你天天得看到他，你又很讨厌他。 还有求不得苦啊，天天想把这个事情求到身边，求不得也是很苦；还有放不下苦，天天挂在心中放不下，很痛苦啊，很痛苦。所以佛说，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。你的命是你自己造成的啊，你的相。 也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天天动心，你的相就在动。你动善心，你的善相出来；你动恶心，你的恶相出来。所以很多人说你这个是坏人，你就会恶形恶状。啊，所以只有你学佛的人要懂得万物皆不动，心不变，万物才会不变。 你对人家还是这么好，别人还是对你这么好。坐一禅，行一禅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坐在那里也有智慧，站起来做事情也有智慧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是你的禅定，都是你心中有这个世界，有这个。 道场，你每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，你就像佛一样的在做，就是一叶一如来。有一个诗人讲：“春来花自青，秋至叶飘零。”什么意思啊？春天来了，花自然就青了，很漂亮；秋天到了，叶就飘散了，叶子。 花的叶就飘零了，所以无穷般若心自在。叶子、树叶，春天都会变，秋天都会变。而我们无穷的智慧，你的心，智慧的心永远是自在的，永远是这样的，不会变的啊。所以希望大家雨墨动静体自然。 语言要默，就是少一点，啊，默，就是行为要安静，你的整个的身体，整个的人生就会自然，啊，不要看见一件事情就心动，不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来不及的怎么样做，你就慢慢的被人家发现，你这个人坐不定，站不住，就是静不下来。 其实，人生啊，日复一日啊，我们放下了很多呀，有的不想放的也放下了啊。所以，师父跟你们说白话佛法啊，这个你一生千方百计呀、啊、想得到的很多东西，你精打细算，最后失去了。你一生当中求不得，你拼命的烦恼想去把它得到。 最后失去了。你一生当中斤斤计较，你没有得到任何，你只是结冤结的越来越多。你贪这个，要这个，什么都要，你的贪心不灭，你造了多少的孽呀、啊？你把别人手上的东西拿过来，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藏起来。 你慢慢的，你在人生觉得享受了很多，但是临终的时候，你又能带走多少？